哎，每天都遇到下雨天了，不懂要怎样哦，不还是要吃饭的吗？对不对？倩姐姐，你在哪里？我要来这边，因为我们每次来都没有来到，今天一定要来，因为今天找到车位，里面算了还有位置啦，前面这边我们坐在前面好吗？好，我来，来，坐坐坐。里面。来，倩姐姐。嗯。下雨天，吃糖水面。可以啊，烧烧啊。那今天终于进来了，我就要品尝一下这一个豆花。OK， 单凭看这个外形，我是觉得很比较传统一点。这个黑糖哦，可以再加这个黑糖，我再加了一点点。OK， 如果是你要加一点蜂蜜也是可以的，加一点蜂蜜也是可以的，加一点蜂蜜。我先揣先啦。OK， 来，再捞一捞，来再吃。嗯，这味道就刚刚好。如果可以再滑一点就更好，是吧？对了，这个馍馍夹夹，好，你多撩一下来，看到吗？还有很大力的这个三个，来抓一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它的椰味很重哦，然后就是。不会讲很甜啊，我喜欢啊，不要太甜哦，刚刚好。耶、嗯， yeah, 除了吃这个糖水之外哦，我们也是有加了一些小吃啦。一般上我们吃是这一个啊，咖喱鱼丸哦，过今天我们剥离一下，我们吃下这一包咖喱烧麦。哇，五粒装的，来看一下，好像很香，嗯，很香。这个咖喱没有这么辣，也觉得我辣一点点。嗯，来，线上朋友们，记得点赞我们的这个视频哦。陆续有来，我们还有更多的视频哦。啊，请给我们 like 和 share。我们下个视频见了，再见。倩姐姐今天终于找到位置坐了，平时这里包、哦、我们来了很多很多次，好像很没有缘分哦。今天终于可以搭进这里，里我们来啊！其实它这里有很多东西的，就我们很爱挑哦，每天挑。对啊，很多东西是吗？你看到吗？面类啊，小吃啊，锅公仔面我就没有吃啦。是啦是啦，点心也是有啦。还有这个。印度炒面的老板好笑的，他讲这很辣的嘞，可以打汗吗？哦，老姐也是这样，可以。他们也是啊，可是我今天不要了。其实他也是有卖这个，我们最后才看到。对啦，他也卖这个啦，不错啦，老板很 friendly 啦。